大家好，我是吉他阿浩，大家都叫我吉他阿浩。今天在这边分享一首新歌，哭吧，逗号，哭吧，逗号。在网络上开始有很多人在 cover 哭吧，逗号，有很多人拿着吉他在弹着哭吧，逗号。有些人弹着哭吧，逗号，弹一弹就结婚了，就结婚了。但有些人弹着哭吧，逗号，弹一弹，却还是单身，却还是单身，好孤寂，好惆怅，为什么还是单身？这首哭吧，逗号其实是一首帮助大家离开悲伤情绪的一首歌，跟大家说哭吧，逗号，我们都会往前走。但很多人唱完，还只是陷入在哭吧的那个情绪当中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没有买 Major 7吗？是因为他没有买我们的 Major 7 Mini Guitar 吧？关键就出在 Major 7。我自从弹了 Major 7，我结婚了，我交到朋友了，都是因为 Major 7。马叔叔因为有了 Major 7，他也结婚了，还买了高雄的豪宅。蔡伟嘉因为有了 Major 7，他生了两个小孩，可爱的小孩，同时也结婚了。张连杰他可能还没有 Major 7，但他天生颜值技能点满，所以不需要 Major 7。但有一个人他没有 Major 7，他因为没有 Major 7，到现在才一直在各大女 YouTuber 上面留言，一直想要去弄各大女 YouTuber。 那个人我也不好说是谁，他很喜欢吃微波的水饺便当，但并不是因为喜欢吃微波的水饺便当而导致他现在还是单身，是因为他弹吉他并没有使用 Major 7。没有使用 Major 7，弹哭吧，逗号，就是注定单身，就是注定单身。在这边跟大家推荐最优质的吉他品牌 Major 7。